星期往事陪小姐姐来中立返乡之旅啦！牛肉起司、蔬菜蛋饼，蛋饼有这么大的吗？港式菠萝包加冰淇淋，冻柠茶也盖喝啉。茉莉花茶梅马卡龙，有够好吃哎、欸！口味多样，日式团子，这个酱油团子我很喜欢。晚餐让你边吃边玩，多样桌游让你玩到饭，跟着星期往事来中立踏青喽！